一黑的时候，我想把这都 drop， 我想用那个好的照相机照那个。行，我就一直拍。我去拿好照相机。车上有长焦镜头。我去拿那个吧。哇，外头真黑呀。你这电图吗？还有5%，无所谓。一个黑的袋子里头。那我把这个镜头先安上了，马上就好了。行。那1:18的。It'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. It is. It's just a sliver, isn't it? Yeah, we just try to catch the blackout period. Well, wait, isn't it supposed to be 2 minutes or something? Well, it's completely covered in it, over 2 minutes. It's getting really dark now. Yeah, look, it feels, it keeps like getting more.乖，现在你就可以拿那照了。我那个镜头前面是放了那个什么的，放了那个滤镜，可以照的。行，但你不能拿眼睛看着啊！我告诉你怎么照法，你就把那个镜头对着那个太阳，完了以后让那个影子变得最小的时候，你就摁瞎照，什么就瞎照，总有一个能照上的。戴着眼镜照还行啊。不，怪不那么照，好，那也不行，就那个被放大了，就那个你就是按照我说的，你不要看，拿那个镜头按那个影子，对完了以后就瞎拍。还是戴上眼镜好，孩子啊！你就瞎照，你不。你来照，哎是。就他就是 hunting。你去照，你去照着，我来那把着。没事。我可以自己一面把着一面拍。你得了吧你。你可以不拍，我就想看一下。拍不上就不拍了。到时候到网上找照片，什么样都有。你就照我这个照片，乖。马上就要那啥了，越来越细了，你看。3分钟，应该还有1分多钟就该没了。你看看天黑了。乖，你来调一下这焦距，看看是能更清楚点。这太近了，这个镜头得比较远。对，算了，先别弄了，现在是不是更糊了？好了吗？我想照用这块就好了。哎呀，这么黑了！Love me。喂，你来试试，这好累的这个。爸爸，我现在黑的时候，我可以 directly 照那个太阳吗？黑的时候可以，全黑的可以。
哎呀，就剩一分钟了。哎，你看看看，你看那个边已经没了。哎哎，你刚才那角度特别好。你看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马上就到了，孩子，马上就到了。我能照太阳吗？别弄闪光灯，你这闪光灯就把这。好了，快，没了，快叫叫叫！这可以照了，下一系列。快叫！入完全入命最大的。绿化照几个？不行，得叫开，叫。